听白素托严明君，这一次选择的作品呢是《火柴狗》。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品？其实是因为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属于我自己的 unit，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作品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部分。然后就这样，希望大家天天开心。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严明君，天天开心，不要忧愁，期待与你一起分享这里绝无仅有的感动。